自从那晚从库房里出来，萧长歌就再也没有见过苍明觉的人影，这摆明了是想和自己冷战。冷战就冷战呗，谁怕谁呀？萧长歌一扭头，潇洒万分地走出了明王府的大门，可这心里面还是憋屈得慌。明明他和苍木修之间没有什么，却被他那样子的误会，他冷漠的神情时常在他脑海里徘徊着。进了灵王府的大门，他才把心从苍明觉的身上收回来。实验室里面的抗生素已经培育好了，今天就可以提取。明月，你去大门口守着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明月见识过他的厉害，对他的话言听计从，迅速地跑到门口守着。器皿、针筒、漏斗等需要的东西一一备齐之后，萧长歌开始提取抗生素。提取的过程很简单，也很迅速。长歌，贵妃娘娘，我要给灵王注射抗生素。抗生素。萧长歌一边回想着在医院给病人注射的情景，一边以专业的手势针尖对着半空画出了一个圆弧，找到静脉血管之后扎了进去。看着液体一点一点地注射进苍云木的身体，段秋烟忍不住地用手帕捂住嘴，结结巴巴道：这是什么医术？这个就是静脉注射。好了，抗菌完成，接下来就等着灵王清醒过来吧。脓包没有被感染，等再过几天，估计他们就会自己破皮结痂，用不了多久，灵王的天花就能够好了。长歌，你也要好生休息才是。为了木耳，你也别熬夜，看看你眼下的乌青。